各位上十位借一。要是他不借呢？啥？要是他不借呢？他能不借啊？他今天他借也得借，他不借也得借。可是我妈妈勾上了这张嘴，又搁这胡说八道。妈妈，我长得丑吗？嗯，我长得丑吗？不丑啊，一点都不丑啊。谁说你丑了？那为什么他们就说我长得像你呀？睡前擦香香会变更漂亮。如果有人说你长得丑，然后给你2000块钱，你要不要？要啊。为什么呀？我只是长得丑，也不是傻。哎呦我的妈！妈妈。哎，爱不爱妈妈？爱妈妈。有多爱妈妈呀？